有些事情是要早一点完成的，铁桑。等你身体好一点了，能不能跟我回日本，去我家里看一看？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错过的话，那里很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家。那个时候的遗憾。 我们去完成的好吗？啊，小军，你不用担心，我问过他了，他同意了，说尊重你的意见。 Thank you.